谢霆锋含泪自曝亏欠前妻太多，张柏芝一句话回应，王菲都不淡定了。相信大家对于谢霆锋和张柏芝应该不陌生吧，两人都是香港娱乐圈的骄傲，从出道以来就带给大家非常多的优秀作品。本来张柏芝和谢霆锋也是娱乐圈的一对模范夫妻来着，但是好景不长，两人并没有携手走到最后，而是以离婚收场了。但好在现在两人都有了自己的生活，尤其是张柏芝还传来了生下三胎儿子的好消息，但至于生父是谁，我们不得而知。看得出来谢霆锋对于张柏芝心里确实存在愧疚，毕竟和谢霆锋的两个儿子都是张柏芝一手拉扯大的。很多网友觉得谢霆锋和张柏芝两人还是有感情的，估计王菲听到这话都不淡定了吧。